前提树立。
在一年前，包括我们的大型服务，我很早就跟我们草屯会的接洽。那么今年度有成立三个新会，事实上我在半年前就已经跟各位分会新成立的三个分会已经做过很多的沟通。那么三次的筹备会也在我还没上任总监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所以等我一上任总监，事实上只是一个成果的验收。在还没当总监之前，我几乎把所有的工作，包括拜访分会的会长，我全部都已经几乎都走完了。那么今年度，区有四项大型的活动。第一项是我们8月24号在彰师那办的我们 GSP 哦，我们服务了彰化跟南投1500个弱势儿童跟单亲家庭。那一天呢，我们带着这些孩童呢，有吃的，有玩的，有唱歌的，也有视力筛检的，还有很多游戏的，都是由我们的会长哦，每一个放下姿势，放下姿态，然后带着这些小朋友各方面，包括我们的会长亲自把我们的资源回收整理得非常好，甚至呢，我们呢会长也帮我们临时厕所呢扫得很好，包括我们的老者长者进去5分钟没有出来，他还会敲敲门。我想这一次哈，尤其我们看到了今天刚刚收到的《新竹月刊》，我们看到江庙哈在喂那个小朋友吃饭的那个情景哦，我想这个师友大家都有感受。那一天我们总共去师友1000个人，那也创下了我们有史以来师友到达我们大型活动最多的人数，是不是？给我们在场的所有自己拍拍手，好不好？整个的活动行程排得很好，然后也达到了我们服务社区的第一个重要指标。那么9月22号是我们048第二场的活动，我们张文念荣誉副总监哦，跟我们的督导长共同来主办，我们是不是也给他拍拍手哦？谢谢他。那么那一天所有的所得，我们全部捐赠给红道老人基金会的所有长者。那么也谢谢我们所有师友那天有爱心的，总共也是将近10万块。那么督导长也是理事长呢，那一天礼拜五也送了5万块给区的。那么第三场就是我们即将在11月3号由我们草屯狮子会发起的哈、宴请我们500位独居长者哈、那每个人还有红包还有礼物，我想这个是我们大林市九地区最重要的一个活动哦，拜托在场的各位能竭尽所能，好好的做这一场活动。在林市八的方面呢，我们单独再做一场哦，我们在20国小举办了1000人的消防小尖兵。那这一场活动呢，也是由我们张文念荣誉副总监哦来赞助，我们是不是也再给他拍拍手？那么最重要的11月3号那一场大型的活动，就是由我们熊恩老碰碟熊老表的代销哈，荣誉副总监林海龙全权来赞助。来，我们是不是站起来跟大家握握手？那么谢谢今年度三位荣誉副总监的全力的支援。雪中总监虽然是一个欧巴桑，但是我绝对竭尽所能的来奉献我的心力。那么今年度在前天我们也赠送花坛公所一座大的游乐器材将近100多万。那么南投地区30台投篮机在下这个月陆陆续续要来装置的哈。那如果赶的时间很赶的，我们的社区可以先行到费洛利公司把它载回来。那如果不敢的话，就是由费洛利公司来帮你们安装哈。我想这个是我们对师友的一个最大的心力哈。今年度西区事实上应该说我在还没当总监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师友常常打电话说，总干嘛阮哦，阮安尼啊，我即摆伫个病房来，伫个秀传，但是阮找无病房，是不是？你甲我斗三工者，不然就是我在彰基找不到病房。那么我每天都要面对的很多这些医疗的拜托，到最后呢，我决定在今年度我上任的时候，我们跟秀传医院
签了这个契约，这个医疗卡，就是说我们去挂号的话，所有的私有目前为止是4633位，每一个私有都有这张医疗卡。那么这张医疗卡就是我们去挂号的时候，急诊费全部都免费。那么呢，医疗的部分、健检的部分呢，有一些优待，有5折、有6折、有7折，在我们的狮子月刊里面都有详细的注明哦。我想这个卡片最主要是雪珠跟区务团队竭尽心力的希望能够来服务社会，能够来服务狮友，最大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卡做完了以后，我觉得哎，我还不错，我怎么这么脑筋这么聪明，还会跟秀传配合。可是呢，想到说，那如果我们的室友是我们安排住病房的，那么晚上我们要不要去看他？或者他开刀了，我们要不要去看他？事实上也要。那我们的医疗委员会的执行长告诉我说，总监，嘿，你开心哦，我让你用这个慰问卡的喝，我马来恭贺。但是那天晚上，我突然想到，大家都知道狮子会是经济非常许可来参加狮子会。那拿几张慰问卡实在是贡献金疗效，所以呢，我们就在我们区里面马上成立一个基金哦，就是由我们黄秋玲，秋玲在哪里？哦，今天没来，我们的区务长哦，他率先捐出了一笔基金哦。那么每一次我们去慰问我们的师友呢，我们都有送一个酷酷鸭，全国最有名的酷酷鸭毛毯哦，价值1000块。我们只要是我们的师友，我们都一定会马上立即到医院去关心，这是我们西区区能够为狮友做的一个服务。那么我也要跟各位再报告，我们在8月份全国会长的研习营呢，我们全国会长的出席率呢，跟参加率是全国的第一名，是不是？给我们会长也拍拍手，好不好？那么呢，我们在同时间隔一个礼拜参加了我们专分区的例会。也是全国的第一名，我们是不是给我们专门去也拍拍手？那么还有一个很难能可贵的，就是我们在 My Lungs 里面服务西区区，服务全国的狮友，现在是全国的第一名。我们服务的狮友将近16万人哈，所以我们目前为止也是全国的第一名，是不是给我们自己的狮友拍拍手？好，那么也要跟各位报告，总监访问，请各位师友不用到门口去迎接总监团队。我要跟大家报告，总监跟大家一样都是师友，我只是多两个字叫做总监而已，所以大家都跟我一样都是师友，我们总监访问就不用特别到门口服务。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不用准备伴手礼给总监团队啊。这是吼，咱分会吼，分会一个较少负担，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区团队出来就是要服务，所以今年度吼不用给总监团队服务哈，不要再跟我们一直推来推去哈，我们要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我一再的推广，就是希望说让我们的总监团队能够树立一个真正在服务师友的一个团队。那么今年度我们做了很多的活动，那我相信这3个月来，每一个师友都可以听到，甚至看到西区区所做的一些轨迹跟活动。我们认同今年度所有师友对我们的服务，你给所有的师友给区团队1分，我相信区团队绝对会给你们10分。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时间共同来努力，让台湾更好，保护我们台湾，让我们的台湾生活更无忧无虑。谢谢大家，谢谢。今天啊，咱来做感冒，搁提起讲哦，首席总监哦，我比那个熟悉啦，因为我叫首席总监，因为正常讲首席两个字哦。已经较紧就贴掉啦，伊拢定定摆8字、6字、4字，啊看咱以后兼甲变剩2字。看淡薄，啊，咱伫遮吼，我嘛卖啊，就是讲吼，卖淡薄，大家做什么时间啊？因为吼，今天吼，可能有会长吼，六会长还要报告嘛，等一下吼，就是吼，还有我们的吼，就是上级领导还有很多啊，还要就是啊，还要勉励啊嘛，然后伫遮两个嘛。您今天这个总监
人讲是家母咧带己个囝，伊带来足好个，哦，啊，把你们的好友哦带来你好，啊，恁老人跟着他的脚步走就对了，哦，而且肯定免费是安尼，哦，啊，祝哦咱各个会会无穷了，哦，咱大家身体健康，谢谢。主人家哈，专业主席啊，来代表来欢迎大家哈，来到我们草坪贵宝地啊哈，啊非常的欢迎哈。那么今年来讲，虽然是第三个月哈，三个多月，但是带领总监哈，哇，报告前后哈，最认真的总监，然后带领的非常优质的团队哈，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过来拍手，给他往来鼓掌一下啊，非常优质的团队哈，把我们的九位4600多个师友带得这么好哈。在这边，来祝福大家今天晚会成功，谢谢大家。新总监有讲了很多，其实今天以我来说哈，我们的李继东专辑主席哈，真的是不简单哈，这一次是全员注册哈，六个分会全员注册啊，这个是非常大气哈，表现得非常优质。那他在这两三个月里面哈。所带领的这六个分会都有很多的表现的可圈可点。那我想在这里预祝六个分会还有两位分局主席哈跟我们的专局主席都能够更好的表现哈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11月3号一个大型活动希望所有的是有全力支持及全力协助帮忙。那我们如果把所有来参与的独居长者都能够把他们服务的非常好的话，就如同刚刚我们新总监讲的，后面他们会说狮子会真的非常棒哈真的，因为我们狮子会的师友都是最棒的，对不对？对。所以在这里祝大家预祝我们今天的会议圆满成功，预祝我们11月3号。全体师友都能够出席来参加帮忙哈在这里谢谢各位，祝大家谢谢。非常欢迎大家来049哈，今天是我们049做冬哈，那真的很感谢大家。我以我们三林里西湖区049为傲哈，那今年呢，我们徐总监真的做得相当好，我每一天呢。睡觉之前一定会看那个 LINE， 那个 LINE 大概每天都有两三百个 LINE， 然后看大家的服务精神真的非常的棒哦，每一个师友们都非常的认真，我看得非常感动哦，真的狮子会真的不容易。那我觉得赚最多的就是我们徐总监，因为我觉得他瘦好几公斤，如果一公斤10000块的话，他应该赚了好几十万，他瘦很多哦，真的是。可是呢，你有没有看得出来说认真的女人最美，她越做越忙越美丽越漂亮哈，那我们区域团队每一个人呢越做得容光焕发哈，大家都在种福田，真的很棒哈，我们继续加油。我相信我们049呢在11月3号那天一定会做得很好，因为我们都有一颗爱心。谢谢，祝今天大会成功，谢谢。很高兴今天来自我们这个6号这个花园酒店，你看这个多漂亮，这是我们那个专区主席特别选的地方，你看棒不棒啊？棒棒棒拍拍手一下。我们那个049就是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们049也有这么多的好人，就是我们的狮子会各位的师兄师姐们都是我们的总监的靠山，所以我们的11月3号就是我们第五专区要好好的努力的，好好的发挥的那个时间所以我们拭目以待。这次我们的第五专区主席，第五专区跟我们的荣誉副总监林荣副总监，还有我们的吴博伟会长真的非常的用心在布置这整个会场跟规划，所以我相信不会让我们的总监或是我们这里独居老人失望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勤内阁啊，以及我们在这个啊，还有我们这个红山区啊，这个我们这个第九分区张主席，还有我们第十分区张武松主席，还有我们这个中心秘书长左连坤的师姐，各位是大家也各位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啊，能够代表立法委员马文君来狮子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当然就是我们四大国际社团当中，我们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结合我们全啊这个台湾总会的所有的这个师友，大家出钱出力，啊三零零七十一期的我们各位师友，又来抽一个这个狮子大道，哇，这个让我们这个是恩惠。这里我在各位跟各位来报告，我们狮子会也会结合地方政府。比如说，我们有师友啊，这个当然这个代表的，我们都是接有政府单位啊办这个活动，师友师姐表示敬意，那也是这边祝福我们今天的会议圆满顺利成功，感谢。那我们进行下一层。大会李主席啊，特别报告一下，这个、李主席很高兴啊，那个时间过得特别快，我记得，那首先呢。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会务上面呢，因为我们前两个月就是我们有两个大型的一个外面的一个外事的活动，包括我们的父亲节、师嫂联谊都在外面，然后还有一个台北崇迈狮子会的一个那个那个联谊，所以说我们前两个月是比较没有参与这个其他的一个社会活动，然后第三个月呢，我们有参加了我们的。提了那个 DSP 的一个公益的活动，然后再来我们要参加石川老人的活动。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10月14号的一个消防宣导及防灾演练，以及我们还有参加头年的一个小酒来庆重阳免费预检糖尿病筛检血压的测量。啊，最后一个就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要配合我们那个。草屯狮子会的一个11月3号的一个关怀孤寂长者的一个温馨狮子群的一个活动。大家晚安。玉兰狮子会李妙珍报告。那我们最近参加就是我们的石川里老人会哈，我们跟石川里的老人会以及我们玉兰狮子会，草屯狮子会、中心狮子会联合办理哈，有。关怀长者康乐活动哈，那我们现在10月14号，我们要办一个儿童消防的宣导，那是在虎山国小哈，就是还有一个活动，就是一个在我们那个公益所哈，要办一个就是那个表演哈，一起同乐，就是说健康的。一个舞蹈是我们一个舞蹈，我们这次教我们舞蹈的老师，他在那边办，我们当他们的协办。我们11月3号也有协办我们的，希望爱关怀独居长者温馨狮子群。那我们接下来有市场主办的捐血活动，2月28号，明年2020/2028。主办的是世界和平响应环保千人写生比赛，这是我们的应该是我这一年度的主轴。我们的会长报告啊，你们有重复的每个分会有重复的地方就不要再报告。曹学敦会长报告。我是曹学敦狮子会会长江妙，来跟大家报告。那我们在7月19号哈，有新处理的活动中心有做那个关怀老人的活动哈，还有7月27有协办草屯狮子会何乐不而不为的音乐义卖活动，还有那个我们的8月7号有玉石里的活动中心有发那个加菜金，8月16号有我们协办草屯狮子会的那个捐血活动。那还有那个8月21号，我们有企业协会，我们去协助他们，帮忙哈。那8月24号就是我们在那个彰化的师范大学哦，是那个04期的国际狮子会大300070区的大型活动哈，就是齐心做公益 ，GST 感动人心嘉年华会。
那这个活动也办得很成功哈。那九月二十一，我们有协办那个我们的公所草屯公所跟南投县体育会的登山健行活行动健走活动，那有提供摸彩品，还有我们的九月二十二号，我们有协办那个国际狮子会三零零西十六区，这个点是在鹿港的体育馆，它是施展公益齐心送爱弘道爱心圆游会，独居弱势老人的关怀活动。那我们狮子会是百年的服务，我们五大事业，那我们本会都有一一的在完成哈。那我们草屯狮子会哦，在我今年的计划哈，我有五大社福。那我们第一项已经在七月二十七号一个何乐不为的一个环保市集的爱心义卖哈，这一项大型的活动已经顺利在七月二十七号完成了哈。那这一场大概有将近300位狮友以及500位民众的一个参与哦，也带动了草屯商圈的一个人潮的一个融入。那在八月开始，我们陆续会我们开始展开我们的第二项社福，就是我们有五次的一个捐血活动，那也在八月二十六号已经完成了第一场。那再来草屯狮子会的第三场的大型活动，就是我们响应我们那个徐雪珠总监的一个发起哦，由我们的林凯龙荣誉副总监以及草屯狮子会哈，还有我们的林四九总监特别顾问，我们林淑妹特别顾问哈，我们一起主办的一个那个关怀独居长者温馨狮子节一个大型活动哈。那再来，我们后面还有两项大型活动，预计是在一月一日哦，我们有一个草屯年度的盛事哦，我们已经迈入第七年了哈。我们的元旦升旗典礼啊，还有亲子健行，那这一次我们也是会再结合一个爱心义卖一个嘉年华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啊，预计这一场的人潮会有1500到2000位。那再来我们最后一项第五项社福，就是我们已经迈入第八年的一个奖助学金的颁证活动，那我们预计会在元宵节左右前后的一个日子啊，会安排一个音乐晚会的形式，来结合我们草屯镇17所中小学。我们会颁证85位优秀的一个学童，我们国中小的部分哈，一个奖助学金的颁证哈，那当天会有一个音乐晚会的一个形式，那也让这些参与的奖助学金的学童以及家长及学校老师能够一个美好的夜晚哈。那以上是草屯狮子会的一个会务报告，报告完毕，谢谢。是南投狮子会啊，余广宏副理会长来报告会务报告。然后还有我们的亲友站的，还有我们的投美，大约我们有应该有300个人次哈来参与。啊，九月二十二号，我们有协办南投中寮龙年文化祭的活动，啊，当天也邀请了300西十区的讲师林邦林老师来专题演讲。啊，十月五号，啊，我们也协办的2019重阳敬老活动，松柏林的狮子会哈，那天我们也共同举办了差不多240个人的人次哈，与当地的长者哈一起同乐。会长哈也是我们南投的师兄，所以我们配合我们同济会哈，他每个月的8号都固定日哈在南投文教都会捐血。10月7号。我们南投狮子会准备有师兄哈，还有我们前会长参加我们的总会会特刊，鹤林狮子会受证45周年的他的庆典。10月20号主办公益音乐会活动，这个是我们南投狮子会哈今年度的大型的一个活动哈，在德安启智教养院啊来办一个活动，有。到时候会有我们的好朋友哈，我们的同学会长来参与，还有我们的老师乐团来帮忙。以上是南投狮子会会长报告，谢谢。介绍一下我们投美狮子会的严格哈，那我是第26届的会长，那我们的辅导分会就是南投狮子会，那创会长我们林淑桃创会长。那也很感谢哦，到了今年26届的那个会，这个狮龄也是不容易哈、哦。那我们是不是？哦，那我们也是尽量在努力照顾新狮友哈、哦。那我简单报告一下，就是我们过去在上任之后呢，我们8月4号
也跟我们原住民主日的活动也一起办的，在台中桥州国小。那我们是我们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呢，我们不分族群，所以希望各位西游有机会也可以跟我们原住民同乐啊。9月13日呢，我们南投跟投北联合举办的中秋节的一个联欢晚会，那当中呢也有游戏，也有奖金，所以在这个月老、这个月亮的这个见证下呢，我们在这么愉快、幸福的一个夜晚，也办好了这个中秋的晚会。那再来9月18号，我们去了集体兵工整中心，那我们做了一个捐血的活动。当天呢，那些弟兄也很热情，我们捐了223袋的一个捐血袋。再来10月5号，我们也是刚好跟松柏岭的一个会长也跟他协办的，就是重阳的这个活动，我们也去了，就是说跟关怀一下我们的老人。那重点戏是10月26号，我们头媒也是要办一个祖孙修旧来庆重阳的一个活动，也希望各位师友到时候也请你们一起来共襄盛举。好，那再来11月3号，当然这个是重头戏了，我们09的一个大型活动，也希望大家师友呢，还有各分会，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呢，我们大家用服务的精神，在那天里边，大家一起来服务，让大家能够在那愉快的一个一天，享受这样的一个狮子精神的一个活动。那接下来就是11月16号。我们有一个狮子奖旗的一个活动，再来12月20号，我们会跟那个南投狮子会举办一个就是公益的音乐活动，就这样子，再来。行会员入会宣誓，我们现在举行入会宣誓仪式，欢迎新狮友入会，国际狮子会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为目标，是优秀公民为同胞服务的桥梁，更为发扬博爱精神、增进国际友谊、促进世界大同的一个国际性社团。当你成为会员之后，你会享受到狮友的互动与友谊、同胞的赞扬、合作的成就与乐趣，狮子主义将你获得永恒的生命价值。现在让我郑重的请问你，是否愿意加入国际狮子会为会员？愿意。动手开始宣誓。以己之神，无因国际狮子会会宪章所定之宗旨，并遵守总会与本会之章程，精神团结，增进友谊，为服务人群推展狮子主义，促进国家社会之进步而努力，信守不渝，谨是先次人。国际狮子会3000年狮子区草屯狮子会郑义民，中华民国108年10月7号。监视人，国际狮子会300西水区第9分区主席，第10分区主席张如松。宣誓人请放下右手，我请代表国际坐下，谢谢各位。你是新狮友，为新狮友穿戴一帽。掌声，请各位室友给他掌声，欢迎新室友的加入。
年终例会，大会圆满成功。